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恋悲伤，阿恋着惊，最后才知思念。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是何同树林要来澄清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阿宏继续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呐。来，咱继续第三阶段，就是讲那个嘛有不懂伊的这个东山。这个李新哦，国民党的这个市议员李新啊来公布，公布的时阵呢，民进党政府组织来，咱拄只啊来讲到这个第五哦，第五。那么第五讲到这个贾中庭。去厦门，吼、哦，啊去这个北京去看教授了吼，佮、哦、参观国际雕塑大赛了后，吼、哦，伊个孙阿娘八日倒来台湾，包括婚姻馆长苏志芬、立委李庆元，以及着赵天林等等这些人随行。第六，财团法人凯达格兰基金会，这是由陈水扁啊来创立的，维基百科，那么内容是因为绿营哦网友比较的较积极去修改，所以条目内容
比较着有利这个力量，那么感慨如下吼。凯格兰，凯达格兰学校为推动台湾民主深化工程，包括普遍深入的这个民主素养、完全独立的这个司法这个系统。那么咱即摆甲看，哦，看伊民进党咧主政，看司法有独立啊无？哦。所以我跟你讲啦，这政治人物讲的一套，做的跟阮搁一套啦。那么真正清楚伊的这个党政分离，客观理性伊的这个传播媒体，以及着和平开放伊的这个公共论坛，并培育国家啊个社会领导。也这个精英，前总统陈水扁先生在2003年3月创办凯达格兰学校，到今日已经满11年啊！哦，这是伊陈水扁创办的啦吼。我迄阵啊，讲这个李登辉吼，啊，甲陈水扁吼，是陈水扁。那么第一任校长是陈思明，第二任校长李鸿禧，第三任校长黄宗洛，现任校长张富美。2008年5月，李鸿禧啊，甲个孙阿娘黄宗洛同时啊，是去凯达格兰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以及着校长一职了后。学校完全停止运作，长达到3年外。那么2011年6月，张富美那么决定承接开校校长一职，在2011年10月开办第九期国家领导甲发展策略班。啊，到今日已经开办7期啊。那么2012年8月开办第5期青年领袖夏令营，有无？同款国民党同款啦，过去嘛是安尼啊，对不对啦？啊，所以嘛使讲吼，啊，好啦，莫阁讲啊。那么到今日已经开办3期啊！2012年11月底开办第一期国家发展策略海外精英班，这哦，这其他个拢准备要做啊，要做啥物啊？要做官啦，对不对啦？那么目前凯达格兰学校，那么挂名在这个。财团法人凯达格兰基金会，那么董事长是立法委员陈登山，吼、哦。那么但是完全独立运作，为唔是官方教育推广以及着政策研究机构，并无隶属于任何政党、团体或者是讲个人安尼啦。现任执行长陈志忠，哇，这陈水扁因后生，你甲看，啊，现任的这个执行长哦，啊，那么顶个月有报道，并特别将伫个7月办理第8期青年领袖这个演习营，哦，这拢甲过去啥物啊？迄国民党诶有，较早伫个大陆啊。对不对？要推翻的时阵，安尼什么什么什么会啊，同盟会啊，对不对啦？那么凯达格兰基金会募款参会陈水扁，吼、哦，希望讲要出席安尼啦，吼、哦，盼望要出席啦。
但是伊阵啊，敢是哦，打则是迄个什么啊？报外就医的嘛，对不对啦？那么中央社记者叶素平台北十五日电啊，开达格兰基金会五月一日，将伫个台北举办着十周年感恩募款餐会啦。前总统陈水扁因囝陈志忠今日伫个讲啊啦，啊那是法务部同意安尼啦，啊这个根本就袂使咧同意，对唔对啦？啊，所以我定定咧讲这政治人物，吼、哦，本来的时阵伫个恶来的时阵要死哪害啊，对唔对？但即马一个保外就医，然后你甲看要申请，又啊要演讲呢，对唔对啦？啊，你甲想看卖啊？伊讲吼，那是法务部同意。陈水扁希望讲到场，啊，甲老朋友吼，啊来说些都是，欸、拜托的，迄老朋友煞袂去因厝的，对唔对啦？啊，好、哦，伊这个是咩？伊咧，过去民进党咧讲国民党的什么复辟哟？对唔对？哎、欸，这嘛是共款啊，意思嘛是共款啊，对唔对啦？啊，无伊踮喺厝的，算哪里有病啊？啊，踮喺厝的，大家去甲。去甲拜访啊，对不对啦？去甲看，对不对？连这个什么兄啊，基金会咧开会啊，参会无款参会，嗯，伊也要去参加拜托的，什么理由啊？那民进党也要做，拢有理由啦。要那国民党要做，拢无理由啦，对不对啦？拢什么兄啊，什么兄啊？好，民进党就批到要害去啊！伊讲哦，未公开讲话安尼啦，嘛未受访安尼啦，拜托个，啊，我咧叫遐个人去因兜就好啊，对不对啦？去甲探病啊，是毋是安尼？啊，病人佫会迄款个，啊，进前有无？啊，佮咧龙阿来好，啊，讲个选举个啥好，伊就伊提供意见啊，啊，倒一个安怎，倒一个安怎安尼啦，对不对啦？咱新闻都有看到啊。那么过来就是中央写这个记者一个叶素平，哦，这个我看，哦，伊这个报道咱拄啊，就是这站。那么凯达格兰基金会五月一日将伫台北市这个电华饭店举办着十周年感恩募款餐会，陈志忠是。凯达格兰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嗯，董事长是陈东山，啊，这场的这个募款餐会，餐券每张新台币5000块嘞呢，拜托的，对不对？另外一道50000块嘞，啊，十个人，对不对？一个5000，十个50000啊。哦，这有参考资料，这因为是网站的吼、哦。那么一直以来，拢是陈水扁募款伊的这个重要来源，嘛同时办理凯达格兰学校训练的赢高阶的这个人才。那么台北市长郭文铁便曾经参加这个培训安尼啦，你也看，拢这帮人啊。第七，财团法人台湾智库由陈水扁伫个2001年12月啊来成立的，由陈水扁伫个2001年哦十二月啊来成立。现任董事长是林佳龙，啊，执行长是民进党立委陈丽君。近期无明显的这个公开活动安尼啦。八。清平台基金会是民进党立委陈丽君伫个青保会，你甲看，即甲国民党拢啊一模一样的啦，对不对啦？啊，那么诸位林来成立的，那么迄个时期中间有真侪青保会活动，啊，甲清平台有合作。那么执行长是民进党立委陈丽君，
时常伫个民进党北平东路党个即个中央附近个即个模特咖啡馆，那么举行演讲以及到啊即个培训。那么即个咖啡馆是立营人士所开个，当然个啦，哪有可能对唔对？哪样个无可能个代志，想也知影，对唔对？那么长期举办铁盒礼拜五之类表现这个政治的这个成绩，吼、哦，表现上这个政治成的这个绩。那么实际上，伊古伊有政治性的这个活动安尼啦。那么拄啊好伫个五月中举办2015年。翻转北国会青年会议，啊，甲个时阵啊，对国民党素来无友善，伊个即个公民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名啊来合办安尼啦。同时，在此2015年6月为止，持续推动参与式个即个预算活动。那么邀请到学界啦、事务界啦，吼、哦，以及到社运界，万里铁，吼、哦，那么朱铁民啦、林国明啦、陈锦仪啦，以及陈锦哲，吼、哦，啊，个孙阿娘黄宗铁、平霸贤、前南投县长。主干，那么省青改啊，甲副委杰，这是民进党青年部的这个主任。也个孙阿娘，古小威、黄国昌、太阳花学运的这个领袖，啊，这你甲看，啊。那么担任省等等这些人担任主持人安尼。第九，财团法人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民主进步党智库，由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伫个1997年来创办的，是民进党官方的这个智库单位。董事长蔡英文。执行长林全，啊，那么副执行长啊，民进党副秘书长啊，刘建新，啊，甲个孙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这个萧美琴啊，2012年7月智库改组，十年正功，那么建议，诶，这个阶段性任务完成。作为有执政经验的这个上届大在野党，那么民进党必须针对当前执政的这个国民党所推动的这个重大政策缺失，提出理性批判，那么尽力建议相对的这个策略，第一。新设22个这个政策议题组，包括中国政策、国防、外交、行政、效能、经济、啊个产学、产业、财政、啊个金融、农业、交通、土地、啊个主体、环保、科技、司法、社会福利、劳动。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媒体啊，甲传播，那么族群关系、性别的这个议题、地方自治、民主宪政等，邀请国内有相关专长的这个学者、专家，或者是讲前政务官。担任召集人，那么成员将军
两百人安尼啦。第十，财团法人亚林文教基金会苏家全创立的，董事长是苏家全，因某洪幸珠。近期无明显的这个公开活动，亚林基金会执行长陈永新是苏家全三兄的这个女婿。亚林基金会董事长吴应文是前屏东县代理县长。亚林基金会董事，那么洪万良是前屏东县文化局长。洪幸珠硕士论文指导教授。亚林基金会董尚武董事，徐金峰是屏东县税务局的这个局长。亚林基金会董尚武董事苏进清是屏东县立法委员。苏家全因大兄苏家川因的这个大囝呢，当然相关报道嘛是有这个网站吼。第十一，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财团法人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创立伫1997年，曾经负责经营台北市228纪念馆，那么发放田南洋研究奖学金。并设有和平研究中心，从事国际和平的这个研究，这种挂名。那么，2012年5月，吴应基先生出任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并将郭宽敏先生伫个2010年正月创立的，那么新台湾国策智库纳入。旗下2014年基金会报请主管机关许可，修改章程，并更改名称为财团法人新台湾和平基金会，报请这个主管机关来许可哦。所以说呢，修改这个名称，财团法人新台湾。和平基金会。那么对，这个现任董事长是郭宽敏先生，设有民调中心，曾经真侪遍刻意做出对国民党不利之民调，这个啊拢有这个网站了吼。那么以上有关国民党讲。民进党，吼、哦，嘛是有不同的这个财产啊，唔是干那国民党，所以这篇吼、哦，大家小可了解一下。但是吼、哦，支持民进党的吼，迄绝对错个骄的啦。啊，这到底写的唔是阿宏写的哦？吼、哦，这唔是阿宏写的哦，吼、哦，阿宏是报道、分析、纯粹批判民进党。好啦。到这结束，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来收听这个秋风露雪，共同欣赏，再见，拜拜。红落叶，目睭见渐渐烧，爱的人，芳甜的心，
我已经找不到，怪你也罢，恨你也好，敢会改变这个结果？总共是一句无奈何，爱也无，情也无，只有心做。红落叶，目睭见渐渐烧，爱的人，盼天的心，我已经找不到，怪你也罢，恨你也好。该改变这个结果，总共是一句无奈何，爱也无，情也无，只有心做。会改变这个结果，总共是一句无奈何，爱也无，情也无，只有心。